Tommy，Hello， 我是亚妈妈。我们今天在宝雅看到了这个汤泡饭，他说这个是新品呢，所以我只要加热水，然后把里面东西混合泡一下就可以吃了。算一哦，剪刀石头布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耶！知道吗？可以，我们等一下呢，一人有一分钟的时间，可以去寻找家里有什么食材可以加进去里面，变得更美味哦。我先吗？好，好的。预备，开始。冰箱有什么？哦，然后把这蒸蛋放进去，然后还有鸡蛋，一颗，然后。我们冰箱还有肉片，大片肉片，一分钟到了吗？还有三十秒，还有三十秒，那我还可以慢慢来。还有什么呢？我来放个面皮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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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我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先翻看有没有花椰菜。算了，跟妈妈要拿一个就好了。说，这样。我没看到哎、欸，还有多久？二十秒，二十秒上上，你先拿一个回来吧。啊，我等下没东西。啊，我想吃蛋。五，四，三，二，算了算了，看不了，看不了。换我了，换我了。我已经不知道几年没去厨房了。预备，开始。首先从这里找来一个，找了个空隙。这啥？好的，我都拿好了。这啥？不要不要，这是萝卜。拿个蛋，蛋好难拿哦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三十秒。好，先放回去好了。我弟，去吧。我家里这边也要找，有。到手了吗？哎呀，不完。妹妹拿蛮多的、欸，超多的。哎、欸，她蔬菜和肉都有哎、欸。那我们准备要来开始做我们的汤泡饭，先看我的番茄罗宋汤。哎呀，里面竟然是一包哎、欸，这应该是饭，它上面有写饭。噔噔噔噔，哎，它是真的饭吗？哎，真的饭呢、欸，哎，是可以直接放嘴巴吃的。我加上去调味粉。哇，哎、欸，其实蛮多蔬菜的，我刚还有花椰菜，它这调味粉好香，然后再加一个新香料，感觉好。再来呢，我刚刚选到的食材是这个，有肉片，先把它摆上去，火锅料，水波蛋，我还有一个蒸蛋，我要放在最上面。这个热汤，盖起来，三分钟。学会了吗？看来你们都学会了，可以自己来了。我先把这个撕开，因为你是麻油鸡，所以应该会有一个米酒，然后这个是麻油。哦，所以先加饭下去。哇，一颗一颗的米酒油，哎，有点难加。调味粉下去，我们先来摆虾仁，然
然后再来是漂亮的花椰菜、水波蛋，哎呦，再来是这个辣鱿鱼和大肠，好满了，然后把剩下的汤汁倒进去。这个颜色还蛮漂亮的，哇，美美感觉上这个会辣哦。就可以了。好，最后一个是剩姐姐的了。先加饭、蔬菜汤块，就是胡椒粉。第一个是肉块，再是香肠，最后一个是蛋，再是加汤。准备好了，再加。耶！等待三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开吃啦。真大，有没有很短？啊，现在那个味道散均匀，哇，直接变颜色了，好漂，好香哦，这道。我先捞一勺看，好香哦，而且里面非常多蔬菜，你看这边还有菇菇，好好吃，而且它这个调味刚刚好，哎，连我放进去的食材一起吃都超好吃。这就很像你自己煮一个小火锅，然后再加一碗饭进去，然后拌一拌这样吃，超棒。像我这次准备的食材有肉面，这是搅烂的蒸蛋，软绵软绵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再来是燕饺的部分，就是增加肉，因为这里面没什么肉嘛。嗯，换我的，先把这拿开，打开后感觉好辣哦。那我们来准备最后一个步骤了，就是把妹妹的这一包麻油鸡放下去。我来放，等一下会不会麻油鸡变辣油鸡？哇塞，哇，好好吃的感觉哦！我们来搅拌搅拌。好了，会好吃吗？你吃吃看啊。我自己挑的虾子，嗯，很香的味道，让自己很想去吃。结果呢，吃的话会更辣。还有呢，我特地拿了大肠，嗯，这个 QQ 软软的，有点难嚼，但是很好吃 QQ 的。我们来吃饭饭。饭很好吃，软软的配上一点点料，好吃。我的呢是菠菜蛋花，变成了分开的菜跟有一点蛋，看起来有点蛋花汤的感觉。它就是妥妥的蛋花汤，很好喝，而且我加了肉片。这就是我们一分钟准备的食材。大家觉得谁的最好吃呢？如果觉得鸭米妈妈的这个最好吃的打一，妹妹的最好吃的打二，姐姐的最好吃的打三，在留言处告诉我们哦。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